如果男人们现在看我的视频的时候，抱歉，对不起，我要打破了你们的幻想。哦，不好意思，你们的对女人的幻想，抱歉。 안녕하세요. 我是来张国的金爱玲，今天我要给大家们看看，如果我洗不掉我的头发的时候，我怎么做，我怎么漂亮的出门，我给大家们看看。其实这个，我分开太害羞，因为这个我也是女人，这个分开太害羞的秘密。比如说，你们没听见闹钟或者。 或者你们周末的时候，你本来一个也没有约会，但是你的朋友或者很重要的客人，还有或者你的男朋友，一下子给你打电话，我们见面吧，我30分钟不到能到你的家的时候。 你们怎么办？但是，我绝乱不慌张，因为我有很好的方法。你们应该一定会知道，我不那么常常这样。但是冬天的时候，我没穿的时候，还有没有围兜的时候，用这样的方法。这个不是我对我讲，全世界女人都做过一次，是吧？ 如果男人们现在看我的视频的时候，抱歉，对不起，我要打破了你们的幻想。哦，不好意思，你们的幻想，你们的对女人的幻想，抱歉。<笑>那我要去公开我的羞耻的实体，<笑>走吧。 머리 안 감아야겠다. 我现在，自信了这部分的头发，<笑>然后我吹干的状态，让脸变小的，先慢慢呼呼张出来头发。这边的头发，我用卷发器，也不给搞呀，这样。
会中间的部分，我再一次。然后重要的是这边，这边的头发。쇼쇼이렇게이렇게这样这边也이렇게이렇게我再给你们看看이렇게잡고이렇게빼요이렇이렇게잡고이렇게빼요이거칸저양더양즈然后我把我的头发粘起来저는끈을두개를이렇게같이써요이게더짱짱하거든요线线这样粘起来然后用梳子干净，然后这边儿，这样，我一般这样放，这样的风格，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太郁闷，所以一般这样的风格很自然。然后这边也一样。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感觉，然后最后这边儿，이렇게해서이렇게해서잡고앞으로잡고앞으로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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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觉。然后如果你们的요漂亮的머리끈같은거있으면이위에다가묶어요처음부터예쁜끈으로묶는게아니라일단은이런끈을한번묶어주고그위에다가그예쁜끈으로한번이렇게묶는거예요보여드릴게요짜잔然后最后最后切人我先虽然很简单但是很漂亮你们时间太紧的时候你们也尝尝吧啊啊试试吧这个很方便但是别人看不出来我没有洗头发的事情谢谢大家今天连看我的视频。